了。真的，真的是这样子哦，你们不要不相信，真的是这样，不然你们就开口试看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们不开口，你们怎么说我在说什么？你们没办法去感受。所以真的，我们只要开口说，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奇妙的改变就会开始，他必用亮光照亮你的道路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是面临黑暗，就像瞎眼人一样的时候，真的不要等到真瞎眼你们才相信。但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晚，因为现在我还年轻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最重要是我知道谁掌管我的明天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知道谁掌管你们明天吗？伟凡弟兄也知道，思想弟兄也知道，所有的弟兄都知道谁掌管我们的明天。我知道谁掌握明天，虽今日乌云密布，经风霜，经历过黑夜，我的心依然安稳。我知道暂时受压痛苦，不过因我更近基督，我的主他是信实。主耶稣，你是我明天，永远是站稳。我知道所信的是谁，不管海浪多汹涌，他的手永是我扶托，引我住，他不会错。主耶稣，你是我灵千万赞美主，他能够保守，从全辈直到那日。主耶稣，你是我明天，永远是不会改变。赞美主，他永是信实，各位亲爱的，因为我每次唱诗歌总是希望能够稳定冷静，但是始终冷静不下来，因为主的爱是如此的翻腾。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所以我知道我的明天是由他来掌管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你们愿不愿意让你的明天让他掌管呢？所以你们只要专心的听，简单的信，希望能够透过这一声一声的音符化成深深的祝福，你们都接到他的心中，好吗？让我们一起来同享这主的大爱，感谢赞美主。